只要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位美女，可否赏脸跟我吃顿饭啊？下次，下次我一定好好招待你。来，放心啊。顾青少啊，顾青少，你到底在释放些什么？季少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忘记自己的使命。上。希望你永远都觉得我是个好人。顾季少，我真心实意与你交朋友，你为什么要利用我？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我到现在为你做的任何事情，只顺从我的心意而已。